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我是13号，你们的希望杨超越，然后我喜欢你们，你们要 pick 我吗？你是我们 CH2 的骄傲。女团创始人为你选择的歌曲是《不负青春》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有点难，但是我会努力加油，不负青春，不负他们。因为别人的爱豆都闪闪发光，他们的爱豆在舞台上瑟瑟发抖，我觉得我真的不想让他们这么委屈。我的力量都是我的创始人他们给予我的，所以这次的舞台，就算我唱着倒下去了，我要继续把这首歌唱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都不怕的顶天立地杨超越，这首歌是你们给我选的，所以我想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把那句唱给你们听一下。我还是要站在这里，因为这是别人对我的支持，我不能辜负他们。我再害怕，我也要站下去。我要加油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变成会唱歌会跳舞的杨超越。恭喜杨超越获得第3名。